新歌来了，我们要演新歌了。哦，对，这首歌就是你写的，我写的。然后我在写这首歌，其实表面上可能就是对科技有一些抱怨啊，可能觉得科技带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疏离，就是可能讲电话的时候不如传讯息，然后传讯息的时候，面对面的时候不如打电话，打电话的时候不如传讯息，对吧？那传讯息不如都别讲话。对，像那个现在点什么菜啊，或是什么食物都 Uber E 都点得到，嗯。对，就是点不到今天的好天气。哇、哦，好会哦！对，但这首歌其实是在写说，就是自己就是面对到别人的期待啊，或是别人的不谅解，会想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可是又有一种无力感，说不出来。对对对，的那种心情的一种状态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。体会看看，听听看，好，谢谢。好。等一下，我调个音好吗？那有点走。然后这首歌就是，不要看它，虽然就是很多，听起来好像很多撞声词，就是看不懂在干嘛，但是就是其实玉琪也是改了。N 个版本的，对，我做了应该有2-3年。哇，就是旷世巨作，对，然后修改只修改，原本很多撞声词，对，他一直他就是这过程就是一直把，比如说，好，这200多块的 AI 还是不靠谱。啊好，谢谢，好，我忘了，好，就是，可以。对，我们就是一直在一些什么咕叽咕叽啊，还是不哩不哩啊这些之间在仔细的琢磨这样子的，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歌词，没有啊，小看，对啊，而且我们编曲也编很久，对，编曲也编很久，然后我们还很多版本，我们还拍了 MV 啊，对。对，然后今天的 MV 导演在后面还是在当导演。对，那我们另外2首 MV。对，然后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不管在音乐上啊，或者是穿着的尺度上面，都有一些突破。对，像维森就露了半个肩出来。对。然后他现在的帅痕是呈现半个三角形的形状。对。非常的性感。还要打马赛克。对。他空气修一毛。什么意思？大家我去看就知道了。对，详情请见那个到 YouTube 上面找《清醒梦》，然后鸭大巴度，对，然后鸭大巴度怎么拼呢？就是 Y A， 对，空一格，然后 D A B B A D O O， 一个惊叹号，一个惊叹号，而且这个惊叹号是半形的那个小惊叹号，多一个就找不到了。对，然后。等一下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唱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完成这首歌，我们需要大合唱。对，我们需要大合唱，取个音来，取个音，那就又要来喉咙调音一下。啊，算了，直接开始好了。好了，反正你们应该听一遍就会了，大家都是聪明的 ，OK？ 好，这么不负责任的教学。你们什么都没听到？对，刚刚在那个练习，又有在发声练习。Captain speaking, this is Captain speaking. 好。好，真的好，立正。想不到我们在这里遇到困难，刚刚想问的立正站好，不是合音的困难，连下歌的问题。好，真的歌太新了。好来。
好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第一次表演，再错我们不演了，这样。穿着的部分也很精彩。好了，那感谢两位设计师。
感谢大家的体谅嘛，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在这么怎么说，就是反正总之就是感谢大家来。对，还有感谢我一些亲朋好友，亲朋好友来的支持。我妈出国了，你妈出国了，不然这里可能对，就是如果你妈来的话，我们可能要订小巨蛋，好吗？哦。我知道。我在想，你妈接下来就是要选总统了。谢谢妈妈人脉啊。然后我们 Harry 是嘉颖的，我的妈妈，妈妈组合成的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去逛那个布市，然后就是选的那个材料，然后回去交给我妈，然后她就把它变成这样子的。非常的神奇，这样买两块布，然后海绵缝一缝就变这样。对对对，真有才华。我听起来也很奇怪。那个嘉颖说你很有才华，他应该睡醒了。对对对，好。那个说到睡醒的话呢，就是再来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就是也是在我们新的 EP 里面的歌，叫做。废物的下午，嗯，然后写这首歌呢，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常常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起床，早又早一点啦。今天很早，今天很早，所以今天很早。对，那是这对，好，对，反正就是常常睡到下午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啊，就是反正有一阵子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大家很流行吃早午餐还是吃早餐这样子，就是一个比一个华丽。然后大家吃完就是一定要po一个限动，然后就是炫耀我很成功这样。对，然后有时候起床就是看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很失败，就是别人早餐都吃了，什么事都做了，我才刚起床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是带着这个愧疚感，就是努力到晚上，就是想说好，那我就晚上多做一点事情吧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熬夜，然后熬夜之后呢，就是接下来就是更晚起这样子。然后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之下写了这首歌。但你还是得奖了。我得什么奖？你说发票中奖吗？好了，那就带来这首歌，叫做《废物的下午》。深夜一半，闹钟响起来，心自是自然，睡是自然。太阳下山，我才刚起来，是不是今天注定失败？Thank you.
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越快，这是最后一首歌了。然后喜欢我们的可以到我们的 IG 搜寻清醒梦 Wake Back to Bed， 起来再回去睡。对，然后 FB 也是清醒梦，帮我们按赞一下，拜托拜托。动上。好，那就是再次感谢大家来，然后希望大家路上小心，周末愉快。如果有遇到任何交通上的困难，可以跟我们说。可以拍路是吗？好，我们会今天拍照。对，对，我们要拍照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从这边。